天期待着过上某一天的真爱时刻，很想问到底为什么爱情要去遵守什么规则，总是遇到所谓的阴晴者，陷入了面包爱情的抉择。30岁其实没什么，别再勉强自己去迎合。 Love myself， 积极心态才是幸福秘籍。 Care about， 给自己多点时间爱自己。成熟不是歇斯底里，小姐小姐等成熟写自信。 It's me， 今天冬季。大家都到了，夏雨哥，你这啥呀？啥呀，雨哥？拆开你们就知道了。整的？干嘛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公司要倒闭了？你说话怎么没轻没重的呢？公司倒闭你有好处啊？懒得理你，赶紧清走。我费尽心思给咱们谋的福利啊，真是的你。那个夏雨啊，这啥东西这么大？这挡光挡财的多不好啊！这也是我朋友公司做的共享睡眠舱，在外边30块钱就能用15分钟啊！哎，我知道，就是机场休息厅那个，说睡15分钟等于深度睡眠1小时，就是这个。它挺贵呀、啊，贵是贵啊，但是免费给咱们用的啊！那还不赶紧拆，快快快！哎、打把手，起来，唠个忙去。不是我那个给咱们公司办宽带去，你们搭把手，快点，我点外卖了，一会儿帮我收一下啊！一看活他就走啊！来，若楠。来，快！那个，我得挪个车去了，王总。那你陪我上个厕所吧。不是你们怎么懒得上磨屎尿肚子？邓总，你们我办公室有事。哎，一天天净整些没用的东西。不是你能不能不总针对我？我给公司谋福利，我有错吗？啊？真是的，你不用人，你人家不用啊。你好，王鹏飞的外卖。放在罐子旁边吧。关他！你好，王腾飞。他走了。刚点的外卖啊。刚走，放边了吗？没想到你走的这么急，已经晚了2分钟。对不起，走好。哎呦，我这太费劲了，你们怎么把饭放这儿了呢？你当没看着啊？你有剪子吗？你搭把手吧。你自己弄吧。你别用啊。哼。啥事情？当我们想静静时，其实在说滚一边去。哎呀妈，阿姨没吃完呢。哎呦，谢谢阿姨啊。2点半了啊。该上班了啊。好。在那海底那边有一个蓝精灵，没有风力，没有力气。哎，我外卖呢？谁看见我外卖了？我偷你点纸不至于啊！老师，你今天点的虾超好吃。今天表现不错。我今天在睡眠舱里休息了15分钟，没想到注意力特别集中，太神奇了。上班时间？不，我午休睡的。下不为例啊。老师，你有黑眼圈了，你没休息好吗？我已经好几天没休息好了。老师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没有，韩美她男朋友这几天总过来，他不走我也睡不踏实。老师，你试睡眠舱吧。你别用啊！反馈特别好，他们都抢着往里进。来，萌，你快说一下你感受。我用了这个睡眠舱以后，注意力特别集中。哎，我用这个睡眠舱啊，迟到好几回。你上一边去。哥们儿，你这不错啊，回头让我爸找你买，你打个折啊。没问题，打折没问题。那个行了，那个下班了，咱吃饭去啊。好了，先不说了啊。一会儿打球去吗？哎，我带你相亲去吧。相亲？老师加班吗？我现在对工作充满了热情。
不用，下班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走走走走，下什么班？飞哥，我介绍对象了。做梦吧你！老师再见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下班喽！哎呀，一点也不累呀。你睡一下午你能累吗？我得把精力留到夜生活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还有夜生活呢。宇哥，你这波操作太成功了啊。成功吧，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打死也不信。哎，签个字。有些人呢管得可真宽。那个我晚上约了剧本杀一起吗？不了。好的，再见。萌萌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哎呀妈呀，吓我一跳！默默，你带人萌萌卡子干啥呀？我乐意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是被老婆赶出来的，她又在更年期，最近越来越严重。我这是为了家庭幸福，她一给我找茬，我就来公司。你是不是惯犯呀？经常来公司住吧？嫂子知道你来这儿吗？那现在我来了，你去宾馆睡吧。凭什么？你怎么不住宾馆啊？这我公司，我这有地方，我为啥要去宾馆呢？对呀，有两张床，我干嘛要去宾馆啊？不许说出去。不许说出去。张总，你干嘛呢？我都蛐蛐呢。你这蛐蛐，自从我来公司我就没见过，长啥样啊？小点声，吓跑了吧给他啊？哎，你听听听听，听见没？这边这边。周总早。走。哎，你住公司了？你放屁！哪只眼睛看见我住公司了？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还谁跟你开玩笑啊？好多事儿呢。哎，你一大早溜达什么呀？没事干吗？我刚来，我就干活。乐乐和，你的快递。喂，来了啊，郑总，你别动，我去给你拿去啊。啊，那个你给我放办公室啊。好。我没说。我说你们以后用完睡眠舱能不能收拾收拾啊？掉头发也太厉害了。哎，这根啊又短又硬，你的吧？我不掉头发。这根啊有点弯，是你的吧，橘猫猫？对不起，宇哥。我看看这根啊，这根别血口喷人啊你。行，不碍你眼，周五就送回去了。那可太好了，你怎么不今天就送回去呢？你别着急啊，来，我问一下，面膜谁的？王腾飞。嗯。以后不准你用睡眠舱了。为什么？谁爱用啊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就是我媳妇儿，你就是我。你从外边回来，往这一坐，啥也别说，我给你演一遍，好不好？回来了。鞋放哪儿了？鞋？说几遍了，不长记性是吗？手坏了。一天天的，没完没了。你那屁股是个千斤坠是吗？裤子脱了再坐能死啊？我怎么瞎了眼嫁给你了呢？我怎么就洗手了吗？洗手了吗？你就吃东西，那不干不净的。你说，哎，那我看片儿。看吧，看吧，你跟电视柜多好啊。那我睡觉。郑德和，你就当你的甩手掌柜吧啊！等我把孩子长养大了，我一分钟都不带伺候你的。My life.
其实我能理解嫂子，哎，你看，嫂子自从跟了你就做了全职太太，相夫教子，你应该多理解理解她。经营一个家不比经营一家公司清闲的。你没结婚，你不懂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啊？他当初他也不是这样啊，那他当初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跟谁过都是过，婚姻到最后啊，也就落个柴米油盐了。你这个 logo 不要了。好的。对，换咱们公司 logo。姑姑，出去外面等我。稍微等我一下啊。嗯。找干嘛？给。什么？好吃的。姑姑，你最近怎么不来咖啡厅找我玩呢？是不是不想见到我？你为什么不想见到你啊？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？什么叫心里有人了？我睡得好，不用喝咖啡，这有问题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无论咱俩是什么关系，都要给对方足够的空间。不是你想让我陪你玩，我就一定有时间吧？对不起啊，姑姑，我知道了。姑姑，你要是心里有喜欢上的人了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就不再打扰你了。年轻人，我得多提醒你几句啊，这个不能总住公司，那不是个事儿啊。你要么你找个男朋友，要么让韩美男朋友少待几天。老张，咱俩出去走走吧，老年人应该多散步。不去，外面风大。默默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老大不小了，是该考虑个人问题了。你嫂子远房有个亲戚，40来岁，我看他跟你去。你都好几天没回家了，嫂子还会理你？哎呀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你嫂子呢？给他发几个红包，买几个包包，完事儿。嫂子可真好。他也不是真生气，他就是给彼此空间嘛，我们互相喘口气儿。等他冷静完了，我俩也就好了，没事。明天我也回去了，睡眠舱马上就要搬走了。嗯。哎，那谁呀？别回头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默默，我有什么事的话，告诉我老婆孩子，我爱他妈。不是，冷静啊，稳住。默默，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哥，我就寻思问问你俩，打不打斗地主？哦，你俩不是两口子？谁跟你说我俩两口子呀？他是我员工。压不起。凯哥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呀？嗨，出来溜达溜达，消消食，过。我懂你意思。3-1，管上，什么意思？透个气儿呗。就这么喘不上气儿吗？王炸，你不懂，我懂。尖儿，二，地主贴条了，没了。我不玩了，你们就是针对我，我要回去享受最后一晚的睡眠舱。不是针对你，你把把要地主，你要的地主，把把要的地主。拜拜。不合群儿啊。还知道回来呀、啊？男朋友没陪你啊？意思是我有男朋友就可以不用回来呗？那你跟我住干嘛？你不是谈恋爱吗？我给你腾地方啊，怎么还怪上我了？腾地方？对啊，为了不打扰你们两个，我在公司跟郑德和当了3天的室友，你知道吗？我都3天没洗澡了。那你倒是跟我说呀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？周末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啊，自己在那装成熟。你这次走你连牙膏都没带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周末你就是离不开我，你别给我玩离家出走那一套。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。谁不要你？
赶紧过来吧，去坐会。手里拿的啥呀？你太冲了，赶紧洗个澡去。说你也不检查检查，磕了碰了别赖我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放心。那再给我用俩月。行了，推广推广得了。哎，我们公司那 APP 你推广了吗？下载没？下了吧。乐八什么意思？来，我看看。不是，我检查一下。你们公司那 APP 啊，目的性太强。目的性肯定得强啊！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叫耍流氓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合着是奔着结婚去的呀？你不废话吗？那你想啥呢？那软件不是那个哪个？我看你这手机里都什么软件？没，你要奔着结婚去那行啊，我跟他们都说，他们全下。下载啊，赶紧的，18岁以上都行啊。哎，你们公司这用的人挺多的呀？不多，就仨。看看数据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走，请你吃饭，赶紧的吧。方明老师牙还好吗？面带微笑，裂开也不能让你知道。天总还好吗？我六七八 ，OK， 我们再聊天一次。今天晚上浑身长着都有点带酸呀、啊！你一拍他，你就冲过来，冲过来，来冲过来，冲过来！三二一，走！欢迎大家登录腾讯，来欢迎大家登讯，登讯是什么鬼？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，关注是吧？支持，支持，嗯，好。